来看小六玩猫，他还在游戏载入中，我们等他一下。哦，他开始了。小六玩健康应该也是很强的。Welcome to Tom and Jerry Chase. 小六现在守株待兔，打了个寂寞。The mice have picked up some cheese. 小六不太敢过去。我知道他的目标，他要去抓厨房的罗宾汉。The mice have picked up some. 罗宾汉开心地跳起来了。我的拳头儿子，永远的神。小六一分钟就抓到一只老鼠。They pushed through a wedge of cheese. 拖上他的小木棍，八二年的木棍。They pushed through two wedges of cheese. 扑上他的八二年的小木棍，还有有人被狗抓了，看一下。The mice have picked up some cheese. 哦，是海盗。哦，太妃隐身得救了，究竟小六能不能？ A mouse has been eliminated.哇塞，我靠，小六这么牛的吗？打中隐身的太妃。They pushed through three wedges of cheese. 太强。又喝上他八二年的牛奶。The mice have picked up some cheese.A mouse has been rescued. 盗采老鼠夹，哇！有点看不懂，哇！接下来被一套连打。They've pushed through four wedges of cheese.信心。哦，海盗在上面，海盗已经跑了。小六在守最后一块奶酪，究竟他能不能呢？你买什么东西？帅哟，直接海盗的灰皮。
信心挺痛苦的。他们老鼠们选择放弃队友，选择打闹。他们心里想，奶酪永远第一，队友不算什么。哇，这海盗真的好可怜，喝水机喝到没水。小六应该不知道有东西救了。A mouse has been rescued. 等下被吃，确定不傻吗？然后可能会被锤死哦。哇，他那个比例鼠变很，直接变为原本鼠。A mouse has been rescued. 应该要先飞了海盗，海盗不能留到小洞。为什么他下来？小六加油啊！最后关头了，最后我们目的是要看小六的那里，小六的。啊，赞哦！哎呦，这帅哦！直接爆爆头，打爆 A 四。极限翻盘，小六的极限翻盘，还不知道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先把账给结了。哦，帅气 ！A mouse has been eliminated. 帅气翻盘，还不知道。哎呦 ，OK。看来最后是小六赢了，小六直接冲刺想试飞，看来试飞，哇，小六获胜，所以小六赢。